那今天早上我们也没去东京车站买土产，其实今天呢是我要跟他一起去，但是因为我们去完意大利，他这几天的东京行我真的太超了，体力完全不行，我就跟我妹说，妹妹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先去吗？我之后再跟你会合。我跟文当现在和我妹妹已经会合了。耶耶，合流しました。要吃拉面。我们现在在排队要吃拉面。じゃ、妹妹は先にお寿司食べたんだよね。对，妹妹刚才吃寿司了。被等你们等太久。对，东京车站根本就是迷宫，很像经济之国在闯关。我每一天都找了至少十分钟。真的假的？那、啊、买的满足吗？还不错，大满足。这个是我妹妹她买的所有的伴手礼，回去呢再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她买了什么。我妹妹真的买超多，超夸张。我妹妹这次真的就是走一个观光客行程，我们这几天还去吃了 Hubs， 超观光的，还去上野、阿美横丁，还去吃了炸牛排。观光客该走的都走了一遍。这一次是我们文当第一次跟妹妹这样出来玩一天，耶、yeah ！但行程只有吃哎、欸，一样，一般都没有。那我们排队排到比较近的时候呢，店员拿了菜单给我们，因为我跟文当讲日文的关系吧，他们就给我们日文菜单。那刚才排队，因为后面有一组认识的人，他们只会讲中文，所以店员就是给他们中文的菜单，所以大家也可以跟店员索取就是中文菜单哦。我们文当跟大家秀他的中文了，拉面，拉面呢？酱油，对，酱油，酱油，加油加油，加，加，沾面，沾面。沾面，沾面，谢谢。学会沾面对他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台湾没有沾面。差不多排了一个小时，我们终于可以进去了。我点的是一份特制的鸡白汤拉面。那一般的鸡白汤拉面跟特制不一样，就是特制它有另外附做的副餐，有溏心蛋，还有鸡肉叉烧。我妹妹是有加松露的哦。那一球真诱人。豆腐酱，啊，那里写的东西，好酷！你的松露好香哦，我妹妹的松露超香的，好、哦、超浓的，真的好会口。嗯，啊，松露很浓哦。哇，大家看它这个汤超浓的，鸡汤的鲜味超级重，好好喝，好补的感觉哦。你看，一猫都是师妹，不是还不见得不错吧？一年，拿来不看起来。它这个是细面，面也很入味，而且也有弹力，很好吃。那来吃看它的鸡肉叉烧。他说好嫩哦，因为这里还有附地瓜跟甜椒，这算是还蛮健康的。溏心蛋也超好吃的，因为我喜欢柠檬汤来喝，那汤是热热的嘛，溏心蛋一定是冰的。你们排了一个小时进去，我觉得完全值得，它非常好吃，而且我觉得是台湾人会喜欢的味道，因为它鸡汤味超浓。ここまでね量多くないかなと思ったけど、食べたら結構な感じで、結構満足。我那还有另外加点一颗溏心蛋。すごいとろとろ。超诱人。吃完啦。吃完了，哎、欸，很好吃哎。いや、本当美味しかったね。ね、谢谢妹妹，谢谢。谢谢妹妹，谢谢台湾的部落客。虽然排了一个小时，但是很值得。因为我看人家部落客上面都写要排队，然后我就想说应该要排很久，结果其实才排一个小时，我觉得还好。ここね行きづらいと思うよ。こういう路地裏にあるんですよ。だからね、多分 Google マップ見てもあれどこどこみたいな感じになる。表の大通りみたいなとこじゃなくて、大通りのとこからちょっとね小道に入って路地裏に入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から、そこ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も隠れ家なんだよね。そこがまたいいね。那妹妹刚才来有迷路吗？大迷特迷。下一站我妹妹要去药妆店ドラッグストア。どんだけドラッグストア行くの？这是台人必备行程呢。だってもう毎日行ってない。因为我们亲戚也要我妹妹帮忙买东西，所以我们就是几乎每天都要去逛一下药妆店，因为他们会追加这样。我们买了这个 DHT 的护唇膏，还有这个口罩。我们家的好看的快用完了，都是一些荧光色了，所以我们就决定要买这个口罩回家，因为我现在戴这个口罩还蛮可爱的。接下来是我们亲戚指定要买的这个秋华 BB 的蓝白色的，买了两盒，超难找的。我们文当帮我们带路，文当好照哦，谢谢文当。太赞了！東京駅，谢谢。把自己当个景点来介绍哎。東京駅，谢谢我们当。文当赞。文当赞。文当赞。我妹妹就是特地来东京车站找蜡笔小新专门店。看到了，好大！终于到了，耶！
现在我们要去 Shibuya Square。 耶，终于去到了。 Let's go Go。 哎，ガイドしよう。なんで私だよ。妹妹がガイドしよう。你什么时候没嘴、欸、那我们现在到 Shibuya Sky 的电梯下面的时候，他们写今天的票已经全部都卖完了，还好我们有先上网预订。我们订了三张晚上7:30的。フジアンド私初めての Shibuya Sky だね。ねえ、なんだかんだ行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ね。楽しみだ。我旁边坐了两个人，没有人要理我。我们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好不好？しょうがない。一人の時間必要だ。好残酷哦，一个在回 IG， 一个在打 game。好玩吗？好玩。好看吗？好看。不耐烦了。好，我们现在来到了 Shibuya Sky 的旁边神乐版茶寮，想说来喝个咖啡刷一下时间。然后它这里还蛮多 parfait 的，还不错。我点的巧克力抹茶圣代来了，大家看下面这边是空的，骗人的。然后另外可以点茶，我点的是玄米茶。まずこちらのお湯をこの中に入れて。哇，真的太雅致了。あ、めちゃいい匂い、玄米の。本当だ。お茶漬けの匂いだね。ね。一分間蒸します。然后我妹妹点的是蒙布朗抹茶圣代，赞赞的。这个栗子大到我有点吓一跳。这个配茶喝的话就刚刚好。再一次踩点成功。你这次东京行最喜欢哪里？迪士尼吧。迪士尼吧。或是等下Shibuya Sky会打败。一番東京で何が美味しかった？灵魂拷问。ラーメン。東京のラーメン。一番はハンバーグ。ハンバーグいい。これ好吃よ。うん。好吃嘞！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要入场 Shibuya Sky 了。僕は嵐のファンだ。哎，光是在排队入场就已经很漂亮了。文南口妹拍爆。観光客。好漂亮哦！现在等的时候就已经有很魔幻的感觉了。魔幻舞台。那包包呢都要放到置物柜里面，只能带相机跟手机。哎、欸，很漂亮哎、欸，漂亮。妹妹も興奮。妹妹也拍得很开心。妹妹あのポーズしてよ、撮ってあげるから。不要。喂。因为妹妹她之前出国都拍起很像王董啊那种林董的姿势，然后所以文涛叫妹妹在白人中超级欧吉桑的姿势来拍照。欧吉桑啊！しかもあれね、ポケットに手入れてなくてちょっと出してんだよ。一、二、三。啊，OK OK， 好像很努力在拍。文涛那个什么帝王姿势啊？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乖乖乖乖乖，这会不会版权问题啊？不会啊，唱不难听应该侦测不到。哇，夜景超漂亮的！哇，看到东京铁塔耶，超漂亮，好美哦，美到疯掉！哎，你看相机可以拍到这么清楚哎，这里真好赞哦，天哪！而且拍起来好有日剧感。这其实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虽然知道要买票，可是因为票卖完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上来。但是妹妹就很想来，所以我们紧急在妹妹要回台湾前一天赶快买。还好有买耶，超漂亮的，还好坚持要来。而且我本来其实是最后一天，本来是排东京铁塔，但来这边也看到东京铁塔，好开心哦。妹妹跟文当两个都在拍，好可爱哦。ほら、見て。哇！哇！好会拍哦，当。カメラマン。カメラマン。哎、欸，我们文丹怎么那么会拍耶？綺麗に撮れたね。これって副奖どうやって撮ったの ？iPhone のカメラだよ。谦虚啦。好棒啊！根本就没谦虚的。对，再见了东京的夜景。またね。また来るよ。感動した。我妹妹好像很感动的样子，太好了。拜拜，东京大王。嗨，大家，现在呢，我们已经回家了。哎、欸，今天最后那个 Shibuya Sky 真的超好玩，超推荐大家。因为我跟文章之前都没有去过，这一次是我妹妹说她想去，我们才去。我本来是想说，就是看个夜景而已，还好吧。结果没想到超美的，而且他们那里还有很多体验设施，还蛮推荐大家来的。大家如果之后呢要来东京的话，建议大家排到行程。
那这里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妹妹买了什么东西。首先是这一款开心果饼干，这个是我高中同学推荐的，所以妹妹就一起买了这样子。然后这个是银座的葡萄干三明治饼干，然后是我应该不用介绍大家就都知道的把它上楼，这个真的超好吃的，而且这个其实在日本人间呢也是非常的夯。然后妹妹这次还买到这个很有名的噔噔New York Cheese， 这个也超难买的，它也是一大早去排队然后买到的这样子。这一次真的玩得超开心的，因为其实前几天我有跟妹妹一起出去玩，那我都没有拍影片，那我们一起去浅草还吃了很多小吃，反正我就陪她跑了一些观光客景点，还有吃一个超级好吃的汉堡排，也是我妹妹查的。但是我个人最开心的就是这一次让文当还有我妹妹还有我三个人一起玩，这一次真的是有一种家族旅游的感觉，超级开心的。然后看到文当跟妹妹相处得这么好，我也觉得很感动，然后就玩得很开心。好啊，那谢谢大家看今天这一支影片，之后呢如果我妹妹我要再来东京的话，我们再拍影片给大家看。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大家再见，拜拜，拜拜。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